学就读小四，特别注重芝麻小事，喜欢计算同学脸上到底长了多少的痣，魔鬼藏细节，计较无法粗略。我就是坚持太阳应该住在太阳穴，这该引起一阵旋风，全面扩散如同爸爸头发超蓬。你说我凭什么算哪根葱？算是左边数来倒数第二根葱。对，我是严选整粒天然黑芝麻，浓郁带有香气，口感绵密超顺滑。冰淇淋是我妈妈才会这么大，好吃到飞去瓜地马拉。哎，神神芝麻冰旋风，哎，神神冰淇淋助攻，哎，神神芝麻冰旋风，芝麻冰旋风，神神神神神神，哎，神神芝麻冰旋风，哎，神神冰淇淋助攻，哎，神神芝麻冰旋风，芝麻冰旋风，请加效果。